大家好，我是斗罗大陆魂师对决的游戏代言人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揭秘这款手游高品质幕后制作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来吧。哇，没有想到游戏也有动态抓捕啊。我们的游戏品质都是对标斗罗动画的，所以怎么还原怎么来。我可以看看小五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这边。天哪，连头发丝都看得这么清楚，简直跟动画上面一模一样。是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实时光追渲染技术应用到手游。还有更厉害的，来看看，这不是海神九考吗？居然还有决战五重殿，动画上都没播到这儿呢。这个啊是超前剧情，我们这款斗罗只要你能成功挑战剧情副本就可以提前观看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，做的真的很用心，还可以提前观看动画剧情哦，赶紧来体验吧。斗罗大陆魂师对决跟动画一模一样。